酱板鱼出锅了，这么一锅是300条，每天这样不停的卤，不停的煮，给它风干晾凉，以后进入包装。这就是包装好的酱板鱼，我们这个是香辣的啊。嗯，大口给大家形容一下，酱板鸭大家吃过吗？就酱板鸭那种哏啾啾的口感，鱼骨一拽直接就出来了，特别香。这个就可以称为叫晶莹剔透，一条一会儿血完。